思念念的查某孙回来哦。迄天，咱伫庙的有小度过吗？这位就是我的养母啦，伊会当，恁若是有啥物代志，拢会当问伊。我做梦嘛想袂到，会听到家己的亲生查某囝叫我养母。虽然我是答应慧姐，啊，不过为什么我的心会这么痛？我爱知影你桌边的脚只片是不是就是红色胎记，会当给我看一下？无唔对啦，第七胎记，阿母，有胎记啦，伊就是明月姐姐的查某囝，是你的查某孙，你妈孙啊，会当相认啊，真正有够感动的，去甲抱一下，紧来。慧姐，我可怜的查某孙啊，阿妈总是找着你啊，奇怪，阿妈笑，阿妈，死了啦。这么多年，我拢无伫你的身躯边，甲你友好。李姑姐，你不要做亲子鉴定。是啦，啊，伫咧这个年代哦，上较科学、上较健康的方式哦，就是亲子鉴定。我知影哦，我提出这个建议，可能哦会让恁感觉无介欢喜。不过我安尼做嘛是为着阮母啊。你只是阿妈捡回来的一个寡人，啊！你甲张家嘛无任何血缘关系啊！我真正唔知影你到底是用啥物立场要求我去做亲子鉴定啊？那是爱叫你啊啰嗦啊！哈，我靠啊！慧姐，麦玲啊，有啥物了不起啊？请你离开。我虽然是被捡回来的，啊，不过我伫个这个家受到足好的照顾，无需要因为认祖归宗，就安尼互恁糟蹋。小舅舅，啊，唔对，张先生，麻烦你回去甲柳基仪讲，我这世人无法度做伊的孙啊，孙囝。哼，我就唔相信阿妈遐尼啊介意我，会甘要唔认我？不弄不弄，慧姐，有话好好讲，好好讲啦，莫生气啦。有啥物头好讲的，恁个当走啊，以后莫阁来啊，走。请恁离开，出去。走。莫安尼啦，有话好好讲啦。即摆是啥物情形啊？啊，是你冤安怎？无啥啦。阿姐，你好。啊，咱伫庙有见过，你可会记得无？啊，你哦，一定就是慧姐养爸吼。我就希望哦，你的养女会当来做迄亲子鉴定，啊，一定拢唔肯啦。我是养爸无唔对啦，但是慧。爸。你拄倒来一定就忝的吼，去房间歇困啦，爸爸。刘小姐，你甲你拄头阿妹，我讲一摆。我讲我希望哦，你的养母哦，会当来做 DNA 检测啦，安尼哦，以后嘛袂予人有。好啊！你真正是，你严起来呀！你答应啊？好，安尼真好，咱明仔载直接约伫个病院啦。阿伦，你最好约时间啦。好，好啦，我带姐来走啊。阿姐，我先离开啊，吼。阿姐，有闲来耍你泡茶啦啊！十多个张小姐讲我是养爸，啊你是养女，即摆是安怎？恁一个一个吼，把我交代清楚哦，啊无吼，我就去找个张小姐，甲问我清楚。袂用钱，袂用钱了，爸爸。好啊，我来讲啊。这柳基仪啊，既然是慧君的外妈，啊，你着爱赶紧吼，甲慧君叫倒来认祖归宗才对啊！哪会颠倒是你认呢？啊，是嘞，我知影我无应该做出这种代志，啊，不过我予黄冠廷放生，我甲袁志的婚事又搁无顺利，你且嘛找袂着头路，这届真正是。我唯一会当翻身的机会啊！我真正无想要搁被打伫涂骹。我绝对无可能有这种代志发生。我要来去甲柳基仪啊，甲迄张小姐，甲真相讲出来。我绝对唔允许恁母我惊了后背母啦。我阿妹，我拜托。
阿妹，我拜托你好不？你是黄慧杰啊，一个机会嘛，我保证，只要你答应，我一定好好啊。听小慧君啦，我会好好保障你，拜托的好啦，拜托的啦。我无可能让你母仔这样子，你放在手。你说这把你妈呢？你说这爸爸，你干啥？我感觉现在安怎？我将手术已经结束了，病人现在送到后边放观察当中。不过伊的伤势伤过严重，昏迷指数只有3，恐惊会变作植物人。您家属还有心理准备。